最近一段时间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点灵感。似诗非诗，似寂非寂，就是个四不像吧。供养同修们一品七味。佛门本净土，现在污染多，稍有良心者。实在看不得，佛门混混多，不是真学佛。来钱很容易，轻松混吃喝。众生种福田，你给他沙漠。种子不发芽，此仗先记着。十方的供养，怎容你贪着？账是要还的，早晚躲不过。吃着佛家饭，不干佛家活，说你是混混，自己对号坐。佛门不讲经，凭啥度众生？全靠搞金钗，顾死不顾活。佛门要整顿，这是必须的。再不整顿呐，佛门乱成窝。一定要清除滥竽充数者。佛门是净土，怎容你胡作？再不悔改呀，三途在等着。你是佛弟子，照佛教诲做，名师指导你，一点儿不会错。劝君快觉醒，真心来学佛。诸佛慈悲呀，一个都不舍。你要不悔改，佛也没有辙。说的大实话，等你炮轰我。韦陀尊天显神威，高清法见斩群魔。